今天我们准备回娘家了，每次这个时候都是我老公最开心的时候。干嘛不行啊？瞧他乐的还这边哼着小曲儿，拿啥呀？海鲜，老家的海鲜。哦，老家的。嗯，哎呦，每次去还不忘带点东西去。那肯定的。可以走了吗？走啊，出发吧，赶紧走。你就迫不及待了是吧？嗯。老公，过来过来。干嘛呢？我发现一个好东西。啥东西啊？保险箱干嘛呢？你来开，你会开吗？我怎么会开这东西啊？啊！你不要乱动，这个东西不能乱动的，行吧？你试试看吧。我才不试呢，我才不想被骂呢。那我试试看。你要试你试啊。会不会是我妈的生日啊？我怎么知道呢？你过来吧，你帮我看看怎么弄啊。我不会弄啊，我全程不参与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小心弄坏了，嗯。会不会是我爸的生日？我不知道。这怎么开的？旁边不是有个钥匙吗？哦，有个钥匙。对啊。我知道了，我去问我妈要拿钥匙去。你这么猖狂，就这光明正大的出要啊？有什么关系啊？真是的，我去了啊。老妈，那个保险箱钥匙，对不对？你要保险箱钥匙干嘛呀？哎呀，你给我，我去看看吧。啊？好不好？保险箱钥匙。好，给你。老公，你看这是啥？你还真拿来了。对啊。我去看看。你好意思的？你还真开啊？怎么了？不能看啊？这又不是你的东西，对吧？你好意思开的？哎呀，就看一下嘛。你关键你开了有啥啊？我开了。你。开了有啥意思呢？哦，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，可以了吧？本来就是嘛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去吧，吃饭去吧。今天晚上我们又出来吃了，来吃大餐，太好了。看你高兴，又蹭饭吃。你不也是啊？真是。来尝尝看这个怎么样？大虾，看着就不错哈，好吃吗，老爸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啊。来尝尝看这个炸牛排，看着还行啊。牛肉有点少，粉有点多，像硬菜啦，筒子骨，看着就不错哈。你看我老公吃的可欢了，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是挺香的。那你多吃一点啊。